冰碗大冷面，再来一次，看看能否成功。我看有点悬呢，这底下有个洞。冷面到了。然后来上冷面汤，放上这个水。妈呀，妈呀，完了！辣白菜，完了又失败了。没汤了，成干冷面了。这是我老公下楼十里地买来的冰糕，哎呀，这回肯定贵呀。还是非常好吃。咸蛋。